宏宇，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非常高兴，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台湾优先五指时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宝级的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的萧灿南萧教授，萧教授欢迎到节目来。谢谢。蒋欢迎啊，就感谢你一当的啊嘞。霸王中间的当来节目啊，非常感谢。多谢多谢。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歌唱家歌唱家这个黄美熙呢黄老师能够到节目来，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他们两位啊都刚刚从国外回来，特别是萧教授啊是前天晚上啊下了飞机，现在恐怕都还有时差。我昨天呢，他的高足萧维珍，萧小姐，在这个我们国立音乐厅有一个演奏会，那么萧教授啊特别赶回来啊，来看他的高足，来帮助他的高足。我们从刚刚的片头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萧教授跟萧小姐他的高足啊，在演奏钢琴啊，两位啊在合奏钢琴。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他们两位来，我们最主要是谈本土音乐台湾优先。首先呢，我想要请萧教授啊，刚刚回来，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谈谈你的回国以后这一天两天的心得。我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虽然我三年前曾经回来过一次，但是这当中呢，也因为在外国也曾经有个心脏的开刀，所以呢，现在讲话啦，这体力总是有一点差。不过我这次回来，看到所有的媒体在报纸上都写了萧大人回来了。我听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温暖的那种招呼，让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一种温暖的一种招待。我特别啊，我小教授啊，你看我吼，我给你收集这么多你报纸的资料，你看我给你加加好些好些啊，规个拢给你加加好些好些啊，报纸吼可以真报道你。实际上，像你这款的台湾人啊，老实讲，这是台湾人杰出的台湾人啊，所以啊，咱2100万的台湾人啊，拢敬仰你，也嘛希望你会当搁再较拍拼，将咱本土音乐啊，会当来变成一个真杰出啊，在世界上啊，会当由你的推动啊，和咱台湾的音乐啊。会当在国际上啊放光彩，所以啊，我相信2100万人吼，拢安尼点点也心肝内真切切的寄望今日嘛真欢喜，会当请到这黄小姐吼来这节目。黄小姐过去伫美国啊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听讲你甲萧教授拢安尼配合甲真好萧教授一寡。你也唱得很好，你是不是可以来简单的谈谈你回到国内来你的这样的一个感想？我这一次回来，国台语都没关系。好，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萧教授最新的一个作品《1947序曲》我伊去年完成这个作品，我今年6月初3伫美国旧金山甲做世界第一摆首演，即届转来是要来做台湾的第一摆首演，这是我转来最大的目的。各位观众朋友，萧教授啊是在咱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了后，去日本去深造。去研究音乐，20多年前，去美国去奋发，同时去遐去创作一个更
一个啥钢琴音乐呀，协奏曲等等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这个发展。那么，小教授，你是不是当来简单来讲到你二十年来的艰辛苦战？听讲啊，你安尼列入黑名单，啊，一个对台湾真有贡献，啊，真杰出的。但是不过你列入黑名单，所以有一段时间啦，袂当等啊。不过，你有真侪这个作曲啊，人无等来，歌等来，所以你有真侪曲也来弄破掉。过去的概念也来打倒掉这个过去的威权啊，所以啊，你是不是啊？简单来讲，给咱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是，我伫过去这二十年来，我只有就是一个想法，我做一个音乐的学者，也是讲音乐的演奏者，我应该徛伫我家己的岗位，从台湾。这个音乐来介绍给世界所有的朋友，但是我就想要安怎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们想看看，你要和一个美国人来说话的时候，你直接跟他说台湾话，说北京话，他们听不懂啦，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他们说英语，说他们稍微听有的话，所以我就想说音乐我也不能说只有只用我们的歌戏啊，唱要唱给因听，我相信因也未了解，所以我才会将因啊，这西洋因的音乐，因迄款的音乐的语法，用因所会当了解迄款的语法，啊来和民讲话。但是咱知影，咱若要和民讲英语，咱的英语唔是那对手，所以咱特别的一款的 accent， 哦，啊，迄款的 accent 呢，变作讲。就是我们台湾话，台湾的音乐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要素，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就是要怎么从台湾的民谣里面有很多倍那些艰辛甜那些东西把它放在音乐里面，啊，从这个来给演奏人听，结果在这二十年来我所体会的就是他们慢慢对好奇啊，渐渐到底，因有奈爱要演奏咱的作品，不但爱听啦，因也爱要演奏，所以我的作品伫美国就开始安尼变作安尼较有机会通予外国人来演奏。我常常讲，咱若是咱家己要演奏予外国人听，不如请因外国人来演奏咱的作品，安尼即款的做法。会当得到更加直接，啊，搁再得到更加大的效果。啊，应用力更加大。啊，熟悉伫这个过去几年来，哦，班库贝新邦的 orchestra， 吼，加拿大的温哥华，啊，个美国的真侪这个乐团，都是因拢来演奏咱的作品。啊，这个变作伫咱啊，咱台湾人伫外国，会使讲踏入伫世界乐团的一个第一步，真会当安尼做一个台湾人来感觉到欢喜甲光荣，真光荣哈！小教授，你头拄仔你所讲的，我相信咱所有观众朋友拢会当了解。小教授完全是用台湾心、台湾情，将咱台湾本土，你头拄仔所讲的咸酸甜，也嘛有咸酸苦涩，啊拢有，也即个真会当讲真精华的这部分，会当表达到咱台湾本土，咱台湾人的一种气质，一种文化啊！你安尼甲参的作曲内底啊，这个曲再叫外国人来弹，啊来表演，安尼啊，影响到不止讲伊接受，同时啊，伊影响到整个这个美国这个社会，所以你真紧对，但变作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一个音乐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吴小姐，啊，头拄小教授你讲这吼，你在美国啊一段时间，你会感觉，你对小教授这个看，就是讲，咱从咱这本土的这个音乐，咱本土的这个素材，也甲做曲来滴。啊，你用唱的，用唱用表达出来，
你的感觉是哪样？对这个美国这个社会，以及安尼这个，还是讲咱这个中这个啥华人在美国这个社会内底，啊，你安尼个唱出来了，你的感觉对你的影响什么什么咯？这是非常的大，尤其是特别，即个即首《1947》Overture 吼，伫美国的世界首演。嗯，咱知影萧教授即首曲是等于是甲台湾即四百年来历史，拢用伊音乐交响乐团，甲用合唱的部分，啊，甲独唱的部分，甲台湾整个的历史来讲予大家听。当然，对咱台湾人来讲，咱会向咱会当了解歌词的意思，拢会当体会到，会当去感动到。啊，即届就是予我足欢喜的，就是伫美国做第一摆首演，六月初三伫美国首演的时阵，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观众拢是外国人。嘿，啊，因有听了，目屎淋淋，阁甲我讲，伊讲伊虽然听无迄个歌词，不过伊听到迄、那个。真凄凉优美迄个旋律吼，伊嘛自然目屎流出来，所以我就甲讲，迄人我嘛唔捌伊，我就甲讲，会使拜托你来，我甲你牵来，你甲作曲家，你甲他拄啊甲我讲的话，你去甲作曲家讲一下。嘿，这都是音乐，都是世界语言。对，嘿，音乐吼，这个文化。这个冲击力哦，有当时啊，可能比原子弹啊，还够靠难。对啊，这个，哎，会当讲真古体代表文化，应该是一个真大部分。当然啦，美术啦，哦啊，其他雕刻等等也是有可能。但是音乐本身呐，伊这个渗透力啊，是无远佛界，以原子弹的可能够角度。讲了过一个范围，是音乐吼，下落去，敢那水银倒在地安尼吼，砰砰叫。啊，这吼有当时啊吼，较高的钢板吼，嘛音乐我想嘛变多哩噻。吼，这个小教授，过去你咱台湾民主运动，还有一条真重要的歌叫做《出头天》，这条歌你人袂当等啊。啊，这条歌吼、哦，变成在过去十多年、十五六年来，到即马为止哈，弄多着维权，改造着台湾的民主运动啊，这条歌真重要。你是不是啊？简单啊，互咱观众朋友小了解一下，你当作是做这条曲，大概你的看法？啊，我伫美国迄个十几年前，就是差不多1980年，啊，我知伫美国真济所在，咱的同乡拢咧唱一条。咱要出头天，啊！迄个咱要出头天呢，原来这个是一个 Negro Spiritual， 就是讲黑人的连歌，We shall overcome， 对遐直接翻译过来。啊，迄个调是 We shall overcome。啊，我想讲，那是一个这款的调吼，你安尼唱一世人都未出头天啦。因为细细索索，所以我想讲哦，啊，咱要出头天，即用这答案的，我用这咱的答案的，因为咱答案的有七声哦，这七声你若安尼甲读出来哦，真像咧唱歌，啊，所以我就讲，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我真像安尼照你要本来迄个维吾啊总甲写出来，结果这条歌写出来了。哦，马上伫全美国吼，随、哦、时大家拢真爱唱。啊，迄、那个不但是全美国呢，甚至来到伫台湾，啊，所以伫迄、那个也阁是白色诶，即个恐怖较严诶下面，我从对含这条歌做伙从入去黑名单内底，啊，煞从袂当等啊。啊，不过最后拢安尼有一个时机，就通好从这个来突破来解决。啊，嘛因为安尼讲，你列入黑名单。予你也感觉到讲，你这个奋斗和打拼，够靠价值。尤其是今仔日，即要倒来台湾咯，非常光彩。吼、哦，所有的人拢欢迎国宝级的萧教授倒来，萧泰然萧教授倒来。所以这是真难得。我另外一条歌，前几天啊，这个钢琴家萧维珍萧小姐吼。哦伊嘛对你真尊敬吼，啊，他拄啊，我有看到你甲伊伫做阵合照，这个钢琴曲的时阵，啊，前几工有来节目，伫演奏一条唔通嫌台湾，啊，你是不是会当简单来介绍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唔通嫌台湾？
这个唔通阳台湾，这个就差不多应该是七年还是八年前。以前啊，咱我有一位啊，将这个官司从寄去美国啊。伊讲这敢袂当个作曲，我个看迄个歌词是真水，因为咱若听咱的祖先，听咱的子孙，听咱的故乡，啊，这安尼我感觉哦，这款的歌词吼，来当吼，大家拢总会晓唱，那偌好嘞，所以我才当个写曲，啊，个竟然到这个时，这个曲啊，听讲伫台湾真济所在，真济无相个阶层，大家拢真爱唱。啊！伫报纸顶头，我也捌读到一个，哎，写讲唔通嫌台湾。我想讲，敢会含我写迄个歌词上？因为这个歌词是林亚明林亚明所写。啊，我就想讲，敢会咧讲我迄、那个？啊，结果我甲读，我是一位淡江大学诶一个副教授，伊讲吼，足感谢吼，安尼小生写一条歌，所以互伊安尼呢，那咧写个时拢会当咧吼，哪写啊哪唱啊，唱啊足爽快。啊，我想讲，这不但是写个时唱啊爽快，伫所有个不阶层，大家拢真爱唱。啊，可能伫节目内底，恁也看到，对伫遐尼细汉个囡仔，因个心灵所唱出来，叫咱大家都来听台湾，唔通嫌台湾，哦，互人真感动。安尼好，我想亲爱观众朋友，连咪啊，咱再找一个时间，要来播出一个唔通嫌台湾，特别是张这个华生，张华兴啊，华兴儿童合唱团哈，要在这里钢琴发表这个演讲会时呢，伊有唱这地吼，那连咪啊再来播出一个。各位起来，观众朋友，我即马来开放一个口音，因为小教授啊，这是当讲世界级的音乐家，呀，黄小姐啊，这是一个歌唱家，啊，所以今仔日当转来啊，我即马来开放一个口音的这个电话，768-3337，亲爱观众朋友，你若是对有要直接甲小教授要来对谈。啊，你会当准备来考验一下，唔通嫌台湾啊！这个歌词啊，实在是非常非常赞。你念念的，当然了。哦，当然了，来哇，这黄小姐。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土地虽然有较矮，阿爸的汗，阿母的血。压落乡土满世界，你比我较牛咧。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也有田园，也有山。果子的甜，五谷的香，予咱后代食袂空。哇，这个林阳明哈，这林先生哈，一下这是怎样？这是正经有影听台湾，正经有影吼。讲食台湾水米大汉的人，啊，所以一旦有就，不过咱台湾吼，咱即摆咧讲台湾，咱讲台湾话吼，甲读这汉字哦，小可较无同款。伊即有阵时啊，即块音吼，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啊，即摆有口音一个，小教授可能要找你对谈吼，我先来个口音看麦。CPT 台湾优先，你好，请讲话。不是哦，嘿是，嘿，啊你几时？你敢有迄个做个主持个节目哈？你在五盘呢？你咧哈？哈？阿牛？哎，咱啊，即摆一个，搁再来，各位观众朋友，咱搁再来，将这个歌词啊，搁再来念一摆。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土地虽然有较矮，阿爸的汗，阿母的血，压落乡土满四界。咱若疼子孙，请你唔通嫌台湾。也有田园，也有山，果子会甜，五谷会香，予咱后代食袂空。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小教授啊，也过去这段时间呐、啊，也打拼。在国外为咱台湾的子孙所有这个
歌词，啊来谱一个曲，予咱所谓一个咱的子孙，咱的后代啊，会当食袂空。啊，只要有一个口音，只要我来接一个口音。CPT 导游先，你好。啊，你好，先生你好。啊，请进。啊，我是不是会当拜托迄、那个肖教授哈、啊？是。整理所有的作品哈、啊。是。啊，伫咱台湾发现，因为我找足久的拢找无。啊，多谢你。那你是不是跟肖教授来对谈一下？来，来，肖教授请。哎、欸，你好，你好。你好，你自己讲。我迄个有找过迄个小提琴协奏曲哈、啊。啊，大提琴协奏曲咱台湾目前是有啊啦哈、啊，有一个查某的迄、那个。等下无偌久的迄、那个，演奏家有演奏啊吼，啊小提琴吹无啦，哦啊迄、那个，当然迄、那个迄、那个序曲哈，迄、那个后一队咱听到啊吼，但是一般流传的迄、那个市面上吼，拢无这卖啦。我是会当整理哦，好规集安尼话，阮会当伫市面上买得到安尼。嗯，多谢。好，多谢你。啊，关于我的作品哦。啊，伫台湾差不多拢无，就因为我拢无转啊。啊是是。啊，所以我所整理的呢，就伫美国遐差不多目前有已经伫遐出版差不多有六本的册。哦哦。啊，迄、那个马林小提琴的协奏曲，迄、那个已经有出版。伫咱台湾呢？啊，伫咱台湾就是要无，会使讲大家对美国迄边运过来遮。哦，啊，搁在毋忙遮有册店，会当安尼甲我吼，好些个册会当伫遮来，会当互大家方便通买安尼。啊，关于大提琴的协奏曲已经进行咧写，但是也未完成，啊，也未写好通印。啊，钢琴协奏曲也已经印出来，啊，不过伫咱台湾也未有啊，也未有演奏。今年的11月13日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这个钢琴协奏曲呢，会当直接来举行一台湾的首演。啊，这个演奏是我的一个老教授，伊要回来演奏，所以请期待。好，啊，多谢你。啊，多谢，多谢。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他拄啊，小观众朋友敲到一个。嘛，当然希望小教授会当将伊这个所谓这个曲会当有一个整理啊。那么即嘛，我相信他拄啊经过小教授向观众朋友来做说明了后，应该这个工作啊，包括 CBT 电台，我想大家共同拢应该来拍拼，将他拄观众朋友这个要求，咱特别来个做好。即嘛，我接电话我来接。CBT 台湾优先你好，台湾优先你好，首先要向迄、那个小教授，你庇贺，多谢，欢迎你回来咱台湾吼。我今年39岁吼，对这两年外前吼，伫个咱这个地下电台的这个音乐内底吼，你一日干嘛呢？你听这个咱的人民的声音、土地声音的时候，第一摆听到你一条南洋台湾的歌。啊，我过去唔知影讲迄个咱要出头天遐歌也是你做的，好，因为唔知影这个名，但是感觉这个旋律听起来拢真亲切，真多谢你，多谢你带予阮足好音感。多谢你的这款的精神上的对我的一个支持，望我会当阁写阁较济，亲像这款的歌，甲大家分享。多谢你，多谢你啊、哦，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咱即马来准备啊，请一个，咱来安排一个，他拄啊讲一个，唔通嫌台湾啊，昨昏啊有演讲过，咱即马啊来准备啊，演讲一段，也互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来欣赏一下，Yeah.
同来欣赏到唔通嫌台湾。那这是咱音乐会在这音乐厅内底所演奏的，那么就是由台北县华新儿童合唱团来唱到一个小教授所做的这个曲，唔通嫌台湾。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咱即摆休困一个时间，有一些广告了后，咱再过来继续咱的节目，请你继续来收看，多谢。为纪念陈文诚博士去世14周年，我们用美丽的旋律来想念他。7月10日，礼拜一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岛国的旋律音乐会，请您一定不要错过。由美国奥克兰青少年管弦乐团世界首演，萧泰然教授的1947序曲，以交响乐团和100人大合唱来描写台湾近代史。全场还有多首世界名曲和台湾民谣。岛国的旋律音乐会进场时再送您珍贵 CD 一张，买票请电363-3703，363-3703，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划拨账号14267676，14267676，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票价2000元、1000元、500元、300元，请预购从速。亲爱的观众朋友，您赞成两岸的关系台湾优先吗？外交关系台湾优先吗？新的国防政策台湾优先吗？教育改革台湾优先吗？欢迎观众朋友报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即马阁继续来谈咱今仔日本土音乐台湾优先。那么咱即马要来讲到一个1949序曲，那么这是小教授这几年来当讲杰作。6月13日在美国已经头一摆有首演，啊，即马明仔后日咯，后日阿妈在国父纪念馆为台湾首演啦。我是不是我借这个机会吼，啊，要来请小教授简单来说明到你做这个曲的最主要一个心情。啊，甲你所希望要达到的一个意境是啥物？呀，这个1947的这个时刻哈 ，Overture， 这是我咧想讲，咱知影伫音乐史上有一首真出名，就是1812的 Overture，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啊，这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伊是将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啊，音乐甲表达出来。啊，我想咱台湾这个400年来，若要用音乐来表达，是毋是只有10几分钟会当表达了？不过我是感觉讲，若是会当借着这个短短的这个18分钟，啊，来将这个啊台湾的400年来的历史，所以咱会看到，伫迄个内底我有安排着，亲像迄个荷兰的总一个船长安尼对遐过，看到台湾，哇，这是一个遮尼水的美丽岛，安尼迄个画出来，迄个时的气氛，哦，荷兰的当知影讲啊，真正台湾就是一个宝岛，一个美丽岛。啊，但是这个美丽岛呢，伫以前咱的祖先所经过遮历史内底，咱看到真侪的苦难，所以我伫这个音乐内底，我有安排两首台湾的民谣伫迄内底。啊，迄个台湾的民谣，一首就是悲歌，另外一首就是一只鸟嚎啾啾。啊，这两首咱大家拢真熟，也对迄内底咱会当知影讲，咱有拄到真侪即款的逆境的过去。但是这个过去并毋是咱伫遐从伫遐来绝望。迄个了后，1947是咱知影，就是真不幸的228发生迄年。啊，我用迄个是只有是做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啊，用迄个来代表整个这个音乐节的一个上中心的所在。啊，所以咱的音乐内底，咱会当听到音乐有这款的台湾人伫遐咧反抗日本人的统治，啊，反抗在荷兰外围的来的这个暴力。但是咱以后呢，
咱是毋茫讲，毋通搁再有即款的悲剧发生，所以咱得用疼甲毋茫啊，互毋茫即个台湾将来会当变作亲像第一遍，即个尊长看到台湾遐尼水，迄、那个水不但是外表的水，是包括咱内心啊浓重的水啊，互即个台湾真侪是一个人人所心酸的一个国家。吴小姐，你头拄小教授简单来说明着讲，伊做一个剧一个心愿心声啊，你来唱这个剧，你来唱这条唱这个歌啊，你有啥物感想？我本人是学西洋的歌剧吼，歌剧对嘿，所以我互我感觉。古早我一向唱的歌曲，拢是外国人的音乐，啊，即个是用理性来表达，迄、那个歌曲的意境。啊，即个小教授的曲是用我家己的母语来唱，所以我是用心在唱，迄个感动吼，是无法度讲甲西洋歌曲，无西洋歌曲无法度比的啦，嘿，所以我真就这是我唱小教授的曲，每一摆感受都是安尼，嘿，家己的母语来唱家己的歌，迄种的心情吼，实在是心的啦。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听、这么精彩的一个音乐会啊，在后日暗啊，正式要来上场。不过阴暗。两位杰出的，特别是小教授啊，来到咱节目现场啊，黄小姐来到咱节目现场，我想是不是小教授啊？你是不是当利用这个时间呐、啊，和咱观众朋友啊来欣赏一点点啊，将这个序曲啊先拉开一点点序幕，希望啊这个序幕啊，和咱真咱广大的观众朋友了解了后啊，后日暗嘛啊。为着纪念陈文成这个音乐会啊，会当更加多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会当来参加咱音乐会。你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我今嘛准备一个钢琴，这钢琴可能无就新的啊，来品一个品质，这个功能好啊歹，小老师讲鉴定看嘛。啊，现在来借这个机会露一手好不好？一点点就好啦，好不好？哈，我想咱卖唱上等。啊，无人个唱唱，等于讲我来听了。哦，就是，但是就一点头，最主要是一点点头。无共，迄个有加强，迄个高香加快，迄气势毋是偏了，会使偏了，无论是苏丹辉嘛未必啦。就咱这个节目中来滴吼，安尼气一点，啊气一点，好咱观众朋友啊，小看呢，练一下呢吼，安尼练一下就好啊，好不？不得几把枪，好。各位观众朋友，咱即马邀请小教授黄小姐来为咱观众朋友来唱一段段一个1949序曲。Oh!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仔日咱现场啊非常幸运啊，两位杰出的音乐家会当在咱的节目顶啊来表演到因即马后日要所演出的音乐小部分。咱即马有观众朋友可以入来，咱先来接电话。CBT 台湾优先，你好。CBT 台湾优先，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请问贵姓？我姓裴。裴先生，你有什么指教？我想要请问主持人个小教授哈。是。这两场的迄个音乐会吼，唔知有主办单位有要出迄、那个出 CD 还是录音带来卖无？这喂。你讲，你先讲。就是唔知道有出这个迄、那个 CD 来卖无啦？这吼，即摆我再过来，我来请教这个CBT 吼，因为这个音乐会是后日暗嘛。我想平时你先来，那有时间先来参加这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就有意义的，先来参加这个音乐会，在这个现场内底再来了解。不过但是你若来参加这个音乐会啊，伊这个进场的时阵得上一块 CD， 你知道不？那 CD 是啥物 CD？我吼，因为我唔是主办单位吼，所以我即摆咧到互你哦，可能都较无清楚，歹势。特别要紧第二个问题吼，是，我想要请教迄个小教授吼，就是你请。迄、那个咱民进党的迄个总统初选吼，那第二阶段过了后吼，是毋是会当就是小教授来帮咱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做一条歌来安尼做迄咱的竞选的歌曲安尼啦？唔知。最近上的歌曲，我相信民进党目前已经有几啊块。我当然啦，我相信啦吼。小教授这一生为台湾拍拼，假使若是讲吼有这个机会，我相信吼所有的咱的2100万的同胞啊，拢有这个要求。小教授当然义不容辞啊，为着台湾的前途啊，小教授一定来拼命的。好，谢谢哈，多谢你哈，多谢你来。CPT 台湾优先，你好。你好。主持人我们刚刚全家听了那个那一首《莫言台湾》，是，我们都很感动啊，全家大小都很感动。是。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冒昧要求一下说，可是不是能够利用一点点时间，有如果机会再重播一次？唔通嫌台湾吼。是是。我你讲，这个后日暗嘛，后日暗嘛，这个音乐会来得有了咯阿姐，无，好，我来找时间，好不好？来找时间，来找时间。那我有剩余的时间，希望说能够再播一次。安尼好，好，谢谢，感谢你。多谢你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那是观众朋友有啥物要希望要甲小教授当面来开讲的就请你call in进来。咱的call in电话是768-3337，观众朋友，你那是有要甲小教授交我意见，再接call in进来。我要甲小教授来请教，这个音乐啊，
实际上啊，咱头拄仔咧讲，讲音乐是一个是无穷尽的力量啊。即摆有口音之外，我想来接，有可能要甲小教授开讲。CBT 当然优先你好。主持人你好，小教授你好。是。你好。我真感动吼，咱如果感觉咱真骄傲，有这么优秀的音乐家，在咱台湾，在咱咱家己的本的乡土吼，来开一下这个节目，我真感动吼。希望小教授。你多多做一挂即个咱故乡的歌，啊来感动跩一挂跩少年的吼，一挂跩对咱台湾无认同的人啊，用即个音乐的力量来甲因感化。你贵姓？我姓张。啊，张先生。对啊。啊，来我请小教授吼，甲你开讲一下来。啊，小教授先。张先生，感谢你。你对这意见我真感动。啊，我唔忙。将我所会当写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讲我会当写的关于要献予台湾所有的人的这款的音乐，会当继续一直写，啊来利益更加侪人。啊，当然音乐你知影有迄个感动人的能力伫内底，啊不过也有需要的亲像。李生这款来这么高唱的人，他也感动啊！啊，所以李生有哪台开发作为努力，多谢。多谢你啊，多谢你，多谢你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音乐啊，一旦我是文化真重要一环。咱台湾文化，一旦我在这段时间呐、啊，有真大的、真好的一个推动。因为有人讲啊，台湾无文化，啊实在是吼、哦，这实在是真吃亏。咱台湾台湾家属若无文化，台湾这几年、这几十年，无可能讲经济这么发展。咱台湾人若无文化，无讲让咱社会这么活跃、这么打拼，所以这一定是真大一股文化力量在推动。那因此，他拄啊听咱小教授来，小教授做这个曲，你对咱了解讲，这个曲本身呐、啊，是对一个族群融合啊，族群融合、啊，这是真大的帮助。因为我最近呐、啊，在推动这个台湾优先，因为咱台湾呐、啊、有真侪族群的，也有客人、葫芦人，也有比咱较晚到的，所以。人你讲外省人，还有原住民，那这啊，大家拢有个人讲唱个人的调，个人咧唱个人的曲，啊有诶也是讲要统一，啊有诶是讲这原住民是讲啊，这较早是因个，啊等等无共款真侪想法，所以透过这个文化力量，特别是音乐，透过这个音乐，他都丢钱，这个咱观众朋友丢钱，你讲这音乐的这力量，融合起来，啊。和每一个人拢感觉到台湾是伊的故乡，感觉到台湾是伊爱所打拼的目标，啊，为着台湾来打拼，所以这个也是音乐非常重要。我想小教授在这个部分呢、啊，应该会当，我相信他都某观众朋友希望小教授会当来打拼，我想这是义不容辞。呀、啊，观众朋友，那是你有什么好的意见，还是有什么要跟小教授来开讲的啊？请你call in进来，因为咱小教授也真难得啊，拄才对美国回来啊，时间呐真短，虽然讲头壳还阁未忙过来，还阁你晕飞机嘞吼，有时差啊，不但是会当讲来节目，这是也非常的难得啊。我是讲要希望讲咱处理。咱是无可能来准备一个，希望讲要搁听这个啦。咱是不是这个，你来去考虑看卖好不好？咱的助理考虑看卖，我唔通嫌台湾啦。这个客是不是？咱搁再来报一摆的吼。小教授，我要请教你讲，这个将来啊，咱要安怎样啊？在这个台湾族群要搁进一步活跃的中间内底，要安怎样会当透过这个歌声，会当搁透过这个歌曲，也来做这个融合剂？唔知你有什么看法？也关于这点，我感觉，啊，咱今仔日所在谈的就是谈到本土音乐。啊，关于这个本土音乐呢，我是感觉咱常常拢会误解，
就是讲差不多流行歌，咱所咧听的这款叫做本土音乐。但是拄只黄山，你也有提起，咱有四个族群，所以你若即马伫即个时阵，你若忽然间听到一条咱的原住民的歌，你嘛感觉讲这是咱的本土音乐。啊，熟悉原住民的音乐内底有遮个九个族群的原住民的音乐，啊，佮包括也啊，佮有迄、那个。平埔族虽然即马你已经看无，但是有诶所在还阁有保存一两位啊。啊，伫咱汉民族，咱对中国大陆迄边，咱诶祖先对迄边过来，汉民族因也有带一寡民音乐过来，迄、那个音乐就是南管甲北管。嗯。哦，啊，即南管甲北管伫咱台湾诶社会内底诶基层，还阁有真侪人在唱，真侪人。你也看因人提弦啊咧唱，也是啊，即款诶民间诶音乐，这嘛是会使讲是咱诶本土音乐。啊，过来就是咱台湾家己独家己特别出产诶一项，就是歌戏。啊，即、這个歌戏，这毋是对中国大陆迄边来，是咱遮家己。创作出来物件，啊，所以恁老伫歌戏内底，你咱若听到，咱会感觉讲，啊，迄就是咱的本土音乐。佮最后一项就是咱所谓一般的通俗的音乐，吼、哦，即个啊，咱所听到的《望春风》啦，《万里乍归》啦，吼、哦，啊，即个迄款迄个《白牡丹》啦，即拢是咱叫做通俗音乐。啊，这个通俗音乐呢，也会使讲就是咱啊，对日本。那边遐啊，对传教士，因对西方那边传入来，即个西方的音乐内底所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个支派。啊，最后搁一项就是伫音乐科的内底，这嘛是对西方的音乐支派。西方音乐支派，当然咱即马有音乐科的，啊，搁有一挂包括国家。所以安尼讲起来，就是讲咱的台湾的音乐内底有五六种无相像的音乐伫内底。啊，伫小弟安尼过去几年来所做的音乐呢，就是拢总尽量去对家来得到一挂真宝贝，所以我的音乐内底也有用到歌戏，也有用到啊即款的原住民的音乐内底，所以我一挂朋友甲我讲，啊太仁啊你吼，你若要写台湾的音乐吼，你即马已经会使唔免搁再去借用即个民谣啊。你家己写出来就是台湾的音乐，因为你已经将咱台湾遐物件融会贯通啊，融会贯通啊，真变做一个新的物件。最主要是你有这个台湾心、台湾情啦，呀，这个真诚心诚意爱台湾啦，所以你就会当融会贯通的。我讲我借这个机会来请教黄小姐哈，啊，你在奥克拉荷马得到音乐硕士了后，也会继续你为音乐咧拍拼。啊，这个音乐完全是为台湾这个音乐咧拍拼，所以非常非常难得。啊，你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啊？啊，简单啊，甲观众朋友来讲到你的心声。嗯，多一方面是，就讲唱台湾民谣，唱台湾民谣，也安那样啊？因为唱台湾民谣，也予咱所有的台湾的2100万的。咱的同胞会当，因为你唱这个音乐，互你感动，因为你的音乐感动到伊啊，更加进一步过来爱台湾。我嘿，都我啊，我毕业摕到 master 以前吼，硕士以前，我差不多拢是伫接触西洋的音乐，拢无去唱到咱台湾的，因为古早国民党甲我教育出来，袂输唱台湾民谣，白牡丹、望春风，迄都是歌星唱啦，啊是上班的李刚啦，大家伫唱，我无了解讲，迄都是我家己的物件。到甲毕业了后，有机会吼，台湾足济伫美国，袂当转来的同乡，踮遐啊，足希望会使听到咱家己的物件，啊，佮有小教授足济足好的作品，像讲《游子回乡》《出外人》吼，这拢是代表台湾人伫美国袂当转来，真毋茫要转来的心声。啊，即种的感觉，我嘛会当体会到。因为我嘛是伫遐，虽然我会当转来，不过我搁较会当感受到因袂当转来的痛苦，所以我唱起来，常常拢有足侪人伫台下都目屎淋淋过。即届音乐会嘛是即届1947的即个曲，
会使讲，互阮伫旧金山所有台湾人的大结合，就像头拄啊吴先生讲的，边啊是台湾人，嘛是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想法，吼、嗯哦。啊，所以伫美国嘛是有一挂真侪无同款的声音，无同款的意见，啊嘛有一挂冲突。因为这届唱歌，我甲因大家邀请来，差不多有130几个人参加这个合唱，结果会使讲是各种无同款声音的人。各种普通无伫往来的台湾人的大结合，所以音乐的力量实在是无限的啦。非常感谢吼，非常感谢萧教授呀，黄老师吼，今仔日会当来这个节目。本土音乐实在是台湾文化重要的一环，台湾文化是促进这个族群融合的原动力，所以台湾族群啊要能够融合。促进2100万人呐、啊，100万同胞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然后能够来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咱说大家加班，咱大家来拍拼。因此，今仔日有这么好的机会啊，会当邀请到萧教授啊，百忙当中哎，都落飞机啊，都来。黄小姐哈，黄老师嘛是同款，所以啊，我呢非常非常的感激。所有观众朋友一定跟我同款的心情啊，来感谢恁两位今仔来现场来节目。那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过两天，切扎阿妈就是岛国的旋律，陈文成博士纪念音乐会。那么。这个是萧泰然萧博士1947年序曲的世界首演，也是台湾第一次要演出。我们很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在后天晚上能够到国父纪念馆，那么来共同欣赏，同时也来支持我们这样一个音乐活动《岛国的旋律》。今天呢，非常谢谢萧教授，非常谢谢黄小姐，同时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你的收看，谢谢各位，谢谢。